11月25日下午，韩国人气男子团体防弹少年团结束日本巡演行程，进入金浦国际机场返回韩国。当天成员们大多口罩帽子遮面现身，虽口罩帽子遮面，但也帅气难掩。成员们一出关便快速走出机场，在行进途中，成员 V 和 J-Hope 还应记者要求向记者摆 V 问候，十分亲民可爱。据悉，防弹少年团于23日结束了在日本的巡演活动，并将出席11月28日在仁川举行的2018 ASEAN Artist Awards。搜狐视频还留第一线韩国报道。